钓五级的，钓的都没有网的，我们都钓过。大家不要嘲笑我，你大家声音不要有声音。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输给铁鱼不丢人啊，不丢人。然后呢，我们早上的这个第二站来到了位于这是敦煌市区了，对，敦煌市区啊。因为这个莫高窟里头，它处于国宝的这个保护的要求，它不能有这些灯光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博物馆。这里头它整体的这个规格呀和图案，其实都是参照着这里头进行复现的，嗯，也不是，是吧？我们是有我们的特色，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洞窟的复制，也有一些洞窟。今天的出现不是洞窟，而是我们敦煌境内的地上底下这些土遗址、文物藏品的分布。明白。拿着，所以这里会有一些这个地上地下文物的一些集合，也期待大家在这里能够。这个领略敦煌魅力一二啊，好，那个这个好，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下，在里面的大家就别出声了啊，你们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静静的跟着一起走，不要闹啊，因为这个空间比较小。好，我先愉快我介绍一下两位专家啊，讲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张春生老师是吧？张春生老师啊，敦煌博物馆副馆长，文物数字化和博物馆建设传播力建设专家。啊，2022年甘肃省文物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欢迎我们的张春生老师。那还有一位呢是龙红梅老师是吧？龙红梅老师呢是敦煌博物馆宣教部主任，这个玉门关敦煌段的申遗讲解工作，还有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承担了独立的讲解。那么2010年呢是甘肃省文物局授予优秀讲解员，还是三把红旗手，敦煌市18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谢谢龙老师，谢谢张老师，好，一会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那下面两位徒弟跟着师傅，我把话筒给你们，继续往前走啊。实际上这是设计大师金凯借鉴我们汉代边塞障城的形制修建而成的。障城呢，它是我们长城沿线一种军事防御小城堡，嗯，小城堡。它大概呢就是70人到100人左右，那么咱们金色博物馆呢，它整体的中央呢，它是一个烽火台造型的一个中央大厅，所有的展示空间呢，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央大厅呈螺旋收缩盘旋而上。咱们今天参观游览的过程当中，会经过一个序厅、5个历史文物展厅、6个1个临时展厅，就一共6个展厅。直接提升的高度可能会达到普通居民楼的4层楼的高度，但是您不会走一个台阶一个楼梯，全程都是无障碍通行，就是参观起来非常轻松的，嗯。那么咱们今天参观的主线呢，是有一个主题叫华容交汇的都市。这句话呢，它起源于后汉书，后汉书《郡国志》引用其就是中的一句话，就形容自张骞两次开通这个西域，两次出使西域开通这个丝绸之路以来，咱们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重地，曾经是内地中原民族与西域少数民族的一个政治、经济、物质、文化、手工制造业技术东进西建的一个互传的孔道。所以咱们在序厅呢，我们就用3幅大型的浮雕来展现了丝绸之路2000年贸易史上的一些场景，可以说是一种情景再现吧。那么在地表，我们雕刻了一幅敦煌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物遗迹分布图。敦煌它地处甘肃的最西端，对，也是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咱们常说那个地理概念名词啊，河西走廊最西端就是我们敦煌了。它整个地域面积是3.12万平方公里，它位于甘肃、青海、新疆3省交汇之处。那么今天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们已经探明找到的大大小小各级文物点多达266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地就有3处。咱们现在所在地在这儿，敦煌市区。
从敦煌市区往东南行5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第一处世界文化的遗产。那么第二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从我们的市区往西北方向90公里的玉门关及汉长城遗迹。第三处是我们的敦煌市区往东行走64公里处的悬泉置遗址。那么这两处遗址呢，是2014年。关系走了纪录片里头说那个约瑟。对，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到它。那么这两处遗址呢，是2014年6月22日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是丝绸之路长安千山廊道路网这项事宜项目，就跟你们昨天看的沈阳城市一同列入的。那么在咱们这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莫高窟是众人都熟悉的，我就不详细说了。有关于玉门关、汉长城以及悬泉置，待会儿进入汉代的展厅这部分，我再为大家进行详尽的介绍。好，咱们这边请。敦煌这儿它有这个史料记载，最早有人类在这儿生息呢，是跟上古时期的黄帝与蚩尤大战密不可分的。那么那时候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族部族战败之后，它有一个三苗族的支系分为西南西北两个方向分别迁移。那么西北这支方向呢，就迁徙到我们敦煌这块广大的地域当中。那时候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上古时期三维这块广大地域中的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也叫上古的地名也叫三维。那么继三苗族之后，生活在敦煌的就是羌族、戎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居住在我们河西地区，主要是以畜牧狩猎为主，他们就把一些生活中的场景刻画在祁连山山体上。那么继羌族、戎族之后，还有塞种胡人呀、乌孙呀、肉支呀，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一幅地图。敦煌它的历史发展进程跟我们祖国的很多中原内地的城市一样，也是经历了从远古的氏族社会部落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但是又不同的，它在漫长的历史在进程当中呢，它实际上没有经历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这些王朝的管制。但是没有这些王朝，对，没有这些王朝建制，不代表我们这儿没有人类居住，没有文明产生。那么继这个羌族、戎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敦煌的是乌孙，哎，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西域36国之中的乌孙。乌孙族人早期生活在我们河西的西部敦煌这一片区。那么后来呢，在河西走廊另一个游牧民族肉支也叫越支强大起来之后，就把乌孙驱逐出河西。现在的小学课本上又纠正成越支，对，也我们以前考古界都叫肉支啊。那么乌孙一路沿着新疆的天山岩脉迁徙到新疆的伊犁河流域一带，自此在这儿定居生息繁衍，河西走廊整个被肉支人占据。那么我们知道，到了秦末汉初，从内蒙古高原崛起的匈奴，他们的势力在不断壮大，他们在势力不断向南下扩进。他们攻进河西走廊之后，战败了肉支。肉支战败之后，有一小部族愿意在祁连山角落生存的，就是历史当中称作的小肉支。那么大部族也依然沿着乌孙迁徙的路线迁徙到新疆的伊犁河流域一带。但是这两个民族之间，因为人家杀了他的王啊，那有灭族之恨，常常会发生摩擦战争。后来呢，这个乌孙与匈奴联合起来共同打击肉支，肉支于是失败之后呢，就于公元前大概是1300年左右翻越帕米尔高原，迁徙到七河流域的阿姆河、希尔河流域的河间地区，在这儿定居生息繁衍，敦煌就整个被匈奴占据。那么一直到汉武帝驱逐匈奴，建立河西四郡。所以在此之前，实际上敦煌它是没有官方行政建制史，一直是都是各种各样少数游牧民族的游牧杂居之地。因此咱们在这一系列展柜当中看到的文物，都是这些先民们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日常生产生活祭祀用具。所以敦煌其实最早的先民大约是4000年到3500年之间。我觉得这可以看一下，长城是分两条的，这个是明长城，这边是秦长城，就是昨天，对对，秦汉长城。昨天宇飞一直在聊到的，就是说因为气候的变迁导致这边一系列的对降雨线变化。长城基本上是沿着400毫米等降雨线在分布的，所以他说是维持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一条和平线嘛。在明朝的时候进入小冰期，于是这个长城它就降水线南移，于是长城就南移。实际上是随着气候的变迁。在秦汉的时候它是小暖期，那么降雨线北移，于是长城也北移。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汉代长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汉代展厅，来看一下敦煌正式的官方行政建制史。在西汉初年，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因为与匈奴之间的白登之战失利之后，就被迫无奈与匈奴交好嘛，你与他们和亲，你给他们一些礼物、财宝，来维持所谓的和平。但是西汉王朝继位经过文景之治之后，到了汉武帝执政时，国力最昌盛的时候，而且汉武帝他与匈奴之间发起了大面积的反击战，其中您可能在山丹也
听到了这段历史。对，就是公元前121年的这场河西之战。这场战争呢，是大汉取得决定性之胜利的大战，而且也是我们国家正式把河西走廊纳入中央王权的一场大战。自此之后呢，河西走廊呢正式打通了。那么当年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了西域的诸国状况之后，在他返回大汉，在公元前126年的时候，曾经给汉武帝提到过肉汁始居敦煌祁连间。那么这是我们敦煌名字最早出现在史记当中，史记大渊列传当中。那么在设立河西四郡之后呢，早期它其实并不是说四郡同时设立的，它先是设置了武威郡与酒泉郡，在公元前121年这场战争胜利之后，就马上设置了这两个郡。同时呢，它又在大量的在河西地区呢移民，而且派遣部队呢驻守在咱们河西地区。那么10年之后，他又从武威郡里分置了张掖郡，从酒泉郡里分置了敦煌郡。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11年这一年开始，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式被官方命名为敦煌这个名称了。对，东汉应绍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非常美好，说敦大也，皇盛也，敦煌是一个辉煌盛大之地，广开西域的门户。而实际根据史学家们研究，这个名字它的出现要早于辉煌盛大好几百年了。那么它的出现是什么呢？有部分专家认为它是当年真正的肉汁语的一个音译地名，那么具体的含义今天就无法定论了。那么在设置河西四郡的同时，汉武帝还在咱们敦煌境内西南西北两个方向设置了通往西域的阳关和玉门关两个军事兼商贸关隘。对，多说一句，就是我们通常都以为河西走廊仅仅是连通东西两个方向的，实际上还可以连通南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看一下这个地图，中间有条河叫做黑河，黑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水。那么黑河灌溉出两个绿洲，一个是张掖，一个是酒泉。黑河一直往北流，流到大漠里面，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居延海。居延海、额济纳旗，那么就是从这个，就是当年这个李陵率兵，然后退。对，然后呢，他可以基于这黑河可以连接，基于黑河，基于这种大的这种内流河可以连通南北，然后基于这几个绿洲连通东西，所以河西走廊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连接的一个十字路口。咱们今天称之为四省通衢。对。那么在设立河西四郡之后，汉武帝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地方呢，整个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还待开发的区域，所以他曾经派了180,000驻军驻守在河西地区，同时呢，从江汉、中州迁移，就是那个生活比较困顿、人口稠密、地产少的地方，迁移大量的移民，来河西走廊屯田戍边。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战败之后愿意被咱们大汉所驯服、所同化的匈奴的部族，大概有40,000余众。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发放到这儿的流犯，就是罪犯，流放之地。那么在设立河西四郡之后，随着官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武帝于是效仿秦始皇，就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其实他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分隔开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因为羌族在南，匈奴在北，这两个民族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我们。那么这时候呢，就为了阻隔开他们的联系，就在我国北方边塞上修筑了一道绵延万里的塞墙，我们汉书当中称之为塞或者塞垣，后人把它都称之为长城。但是汉长城它并不是100%西汉修建的，从辽东开始到我们甘肃的临洮这段是对秦始皇的秦长城修复之后加以利用的，因为这时候这条长城已经存在100余年之久了，有的地方已经残破不堪，所以修复之后加以利用。那么从我们兰州以西的令居，也就是今天的永登市开始，到武威，武威到张掖，张掖到内蒙额济纳旗，张掖到酒泉，酒泉到玉门关以西的罗布泊边缘，这是100%西汉修建的。汉代长城修建修复前后经历了6次，历时30余年修成一条绵延万里的塞墙。那么根据我们内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啊，给你们透露一下，就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汉代长城的总长是11,500公里，它是我国封建历史王朝当中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代所有的帝王修建的长城里边唯一用公里数计算超过1,000公里的，所以它是一副民族气势的真正的万里长城。敦煌境内的汉代长城呢，是用芦苇加砂石修砌而成的。那么在汉律里边规定，一个成年男子年满23岁到56岁，他必须终身要去边塞服一年兵役。那么今天您在这个展柜所看到的文物呢，就是汉代存储在边塞的将士们他们使用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比如说这个锅刷，有一个网友形象的把它称之为说，不是上周，不是东周，不是西周，好像是上周的，说的就是他了。这个是在什么地？这就在玉门关出土的是吧？重点在这儿，后面还好几个馆。这些就是玉门关出土的是吧？对，在这儿呢，我们有必要说一下这件貌似很不起眼的文物，它是一级文物，大具。
它其实是当年烽火台上燃放烽烟报警的材料。哦、哎，狼烟，狼烟就是不是用狼粪来燃放的，这个燃放对。根据敌人侵犯的人数多少不同，燃放的烽烟就是用它来控制。最危急的情况下，就是燃放这样的激情堆，就是柴草堆。啊，就是特别特别紧急的时候，就重点是吧？那么这堆鸡心呢，是我们从长城沿线搬回来的原物，也就是说它不是复制品哦，它在野外已经经历了210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的表面有点坚硬的硬化僵化状态。那么它就是用我们刚刚身后看的那种锯捆扎好之后，以井字形交错、横竖交错码放好的一大堆柴草堆。最危急的时候是同时燃放这样的三堆，那么白天把它明火点着之后，明火压灭，以浓烟尾烟的状态来示警，叫做烽。晚上因为能见度比较低，就以明火的状态来示警，称之为燧。所以你们知道吧，烽火台也称之为烽燧，对，就是由此而来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敦煌境内还保留有这样的鸡心堆67堆，这是现在全世界保留就是燃放烽烟原始材料最多的地方。其主要原因你们可能也感受到了，那是因为我们敦煌的气候极为干旱，它年平均降水量是40.2毫米，而年蒸发量达到2500毫米，就是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60多倍之多。2000年前的粮食也可以保存下来，对，有大麦、梅子。那么这座粮仓呢，就是我们汉长城遗址，就是玉门关汉长城那处世界文化遗址里边的另一座城堡，叫河仓城。它也是汉武帝年间设置在咱们丝绸之路上边防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军需仓库，它前后延续使用了近600年的历史，也是目前为止整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上唯一幸存的一个大汉军需仓库。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我有个小问题，就是刚刚那个我们看到那个点烽火那个锯，它一般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植物去拿过来的呢？因为您可能现在看到的我们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对，实际上您在走的过程当中您发现没有，河西走廊的中部到西部它是不靠天吃饭，也就是说它降雨量少，它主要靠祁连山冰川雪水形成的几大河流，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对，那么我们这个区域呢，它是疏勒河的下游，疏勒河是河西走廊唯一一条倒淌河，它是由东向西，它的过程就在敦煌的西北方向注入，就像罗布泊的地下暗河一样。那么这个河流的两侧它基本上都是滩涂和沼泽地，2000年前的生态环境比现在要好，它长的那个植被呀，就比如说芦苇呀、红柳呀、胡杨要比现在要多，所以那个其实拿芦苇叠起来，拿芦苇中间夹着胡杨枝和红柳枝。我们还有一堆鸡心呢，完完全全是胡杨枝，完完全全是红柳枝，所以鸡心堆它都是实际上是用易燃烧的柴草来堆积而成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我不知道昨天路过的时候你们进去了没有，悬泉置遗址。没有。这个遗址发现于1987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当中，后来国家文物局批复之后，于90年到92年对它进行了3年的文物考古发掘，一共在这个遗址出土了各类文物残件碎片70000余件，仅汉简这一种文物就出土了35000枚，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所以这项考古发现曾经被评为1991年的十大文物考古发现之一和85期间的十大文物考古发现之一。那么后来专家根据这些简牍上面记载的文字试读之后，发现写的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个驿站的整个运营情况，证实了这是2000年前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的时候建在我们汉代边塞上的一个大型的官方邮驿机构，就是它一部分公用，相当于官方邮政局，所以它的出现又被誉之为当今世界上留存最古老的邮政局。是的，而且我们国家这个邮政系统其实在秦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对，也是世界上最早有邮政系统。对，像悬泉置这个就是它一部分是邮驿的一个功能，一部分呢就是驿站，对，驿站，对，有很多休息的地方。但它这个驿站不是对民间开放哦，它是向官方，对，西域各国的使节、中央王庭来的这些官吏要视察地方，或者西域各国当时依附友们要送的质子、贵人途经这儿都有记载。那么你们猜一下，这个驿站它接待的规模最大的一批使节团有多少人呢？两百人吗？不是，有一枚汉简上面这样写的：神爵2年，于天国国王使1074人。1074人，对，想不到吧？来的吗？是，当时在神爵2年，你们发现是哪一年吗？公元前60年，大汉设置西域都护的那一年，西域36国正式归纳于我们大汉行政的这一年，经济往来变多了。对，所以他于天国王他亲自率的使节团是1074人途经这个驿站，这是我们今天已知的这个驿站接待过规模最大的一批客人了。
那么在这个驿站还出了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就是我们旁边看到的这件微缩文物的这件文物的微缩照片，它出现在智区，就是行政长官办公住宿的房屋墙体上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要遵守一些规章制度，我们写在办公室墙上一样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它的名称写在这儿，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四十月令五十条，就是中央王庭派使节来这儿督察的诏书，诏书的名称是四十月令，下面有五十条条例，四十就是春夏秋冬四季了。这幅月令它的起源源头是哪儿呢？是《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当中的，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保留下来《吕氏春秋》的月令。这部月令的出现呢，是咱们国家目前保留下来最古老的一部月令。那么它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十二个月，规定了什么内容呢？它把农牧渔林赋和当地的动植物环境保护结合在了一起。老师，我们左边聊。它规定了，就是说我们要顺天而为，不可逆天而行，什么季节干什么。它详尽的规定了，咱们要尊重自然实力啊，要就是说，可以说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环境保护法。对对对。所以它被称之为是，现在留存下来最古老的一部环境保护法了。啊，这一位是我们敦煌建筑史册的第一位名流大家曹慎张芝。张芝是汉代名将张焕的儿子，他自幼就喜好写书法。他经过勤学苦练之后，终于悟出一首笔笔相连、飘逸流畅的章草。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就连东晋时期的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自己的书论当中都是这样说的：“芝凌池学书，池水静默，好之绝伦，五福及也。”就是说他自叹不如草书写的不如张芝。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把王羲之称之为书圣，那么就把张芝称之为曹圣了。这是我们就是敦煌历史上第一位建筑与名史籍的名流大家。这是我们国家西汉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业学家范慎之，他写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著作《范慎之书》，但是他不是敦煌人哈，他是山东曹县人，他的儿子在西汉末年担任过敦煌太守，他跟随儿子举家迁到敦煌之后呢，他看敦煌当地的不太会种庄稼，于是他就把他在中原内地掌握的先进的农耕技术指导当地人怎么去耕种。由于两汉时期丝路经济的滋养，到了曹魏时期，我们看到了曹魏在中原内地是三国鼎立了，但是我们遥远的河西并没有受到三国这个战祸的影响，继而在西晋之后，以及可以说是到十六国南北朝灭亡，河西地区可以说因为交通偏远，它偏安逸，对，反而偏安逸，战祸没有祸及到这儿。正因为这样安宁的一种生活环境、生存环境，所以使得中原内地长江流域一带、黄河流域一带的世家大族呀、普通老百姓，出于那种求安定、避战乱的心理，不惜千里万里避难于河西。那么他们的到来不仅带动了河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在中原断层的儒家学说经学流派得以在我们敦煌河西走廊留存下来，那么同时呢，也带来了他们的丧葬文化习俗。这些画像砖呢，可以说每一幅画面都比咱所熟知的莫高窟保存下来最早洞窟的壁画还要早130年的历史啊，所以也被称之为是敦煌绘画艺术的先祖。那么十六国时期，中原内地依然战火纷飞，那么以我们遥远的河西建立了武梁政权。史学家们研究说，武梁政权形成有一种文化叫武梁文化，他们说武梁文化的中心在西凉，而西凉文化的中心在敦煌。所以您可以想象，当时远居在河西西端的敦煌，它曾经是北朝政权下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敦煌曾经为五年的西凉国国都。我们来介绍这件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北梁石塔。北梁石塔在我国留存出土的一共只有14件，有一件敦煌的索阿后塔遗失在美国的克林弗兰博物馆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7件塔呢，是算14件塔中品相比较完好的。它之所以叫北梁石塔，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铭文上后边有北梁的年号，所以专家就把它定为北梁石塔。它也是目前为止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佛教艺术品，它的上半部分有象轮、覆钵间，这都是印度早期犍陀罗地区建筑塔的一种风格。在覆钵间一圈呢，有8个拱形龛，里边呢有7佛一菩萨。那么下边圆柱形的这部分呢，雕刻的是佛经《增牙含经》洁净品的一段。它有时候要发愿的话，咱们也会把美好愿望刻写在祝愿刻写在上边，所以它也有发愿塔的功用。那么最奇特的是它的下边一共有8面，每一面上面都雕刻有一个天人的形象，发现没有？在天人的光圈上面，你们发现有什么符号？有八卦的符号是吧？那么这个卦位的分布方位与周易说卦的布卦方位完全一样，起于正卦，终于艮卦。如果您在对应上去看呢，您会发现正卦第一卦它对应的佛里边的第一世佛尾位佛，艮卦是最后一卦它对应的未来佛弥勒佛。
那么有人说它是定放佛塔方位用的，也有人说它代表的是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位，还有人说卦象本来就有正邪避邪的含义。那么下边的这八个天人就更为奇特了，如果仔细辨识的话，你会发现它有年龄长幼、男女性别之分，那么分别为父母、长男长女、少男少女、中男中女。有人说它与我们儒家学说中所提倡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这样思想相抵合，所以小小的一件塔结合了儒释道三要三教合一的思想遗体，正好就体现出敦煌这个地方对从古至今就是各种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嗯、非常开放非常包容的。到了北魏时期，我们看到了佛塔也有了改变，中国建筑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亭台楼阁化的汉式佛塔。那么这样的塔都是早期佛教徒在礼佛膜拜的时候他供奉在亭堂当中观像用的。那么后来呢，随着这样塔的出现，我们逐渐演换成室外的那种造像塔，比如说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六合塔呀，哎，或者是应县木塔，它都成这样的供用。但是早期的这个塔呢，它都是在亭堂当中，它是源于印度的一种洞窟叫支提窟，翻译过来就是塔与庙相结合的塔庙窟。那么在早期莫高窟洞窟开凿当中，我们也发现也是有中心塔柱窟仿那个印度的支提窟那种窟形了。嗯，那么到了隋代，其实隋在我们国家我们都知道存在的历史并不久远，只有短短的37年，但是从莫高窟留存的492个有雕塑有壁画的洞窟来看，隋代开凿的洞窟将近81个，这足以证明我们这儿当时拥有的财力富足程度。而且我们也知道在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时候，隋炀帝曾经把脚步送进了河西走廊，举起了万国会议。对，唐贞观7年之后，我们这儿就改名字了，不是直接叫敦煌，它是叫沙州。这是因为整个国家行政划分出现了变革，它分为道它分为这个道州县乡。那么当时的我们的沙州府呢，它据唐代遗留下来的识货志记载，我们每年要向朝廷出贡一样贡品，贡品的名称就是棋子儿，贡品的数量是20具，就是20副为棋子儿的意思。是因为这边产特殊的石头，能做棋子好看吗？我们后来考证啊，这个棋子产地在哪？就在阳关。今天您去阳关，您仔细找一找。只有那儿有那种特殊的石头。它有两种，就黑白两种纯天然色的砾石。哦哦哦。它非常就是纯洁，它没有杂色。就是色调特别好啊。就正好是黑和白。对，就是黑和白。到现在为止，隔壁上它有风化的像饺子一样的那种石头，当地人也习惯上把它叫做饺子石啊、嗯，其实就是一种石英岩石，有的是被玉化的石英岩。嗯，那么大唐的敦煌，它是一个沙州府管辖两个县，敦煌县和寿昌县。我们刚刚说的进贡围棋的产地就是寿昌县，就是现在阳关镇的领地。那么它两个县之下又管辖的13个农村的乡，其中就在我们市区的，就是我们今天市区的东门，也是古代就是沙州府的东门外边，有一个乡叫从化乡，跟从的从，教化的化，常年安置着从西域粟特等地来的胡商。所以您可以想象，千年前的敦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西域人。哎，我觉得这儿可以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看一下这儿，左边这个沙州这儿敦煌，然后再往左边。我们看着这个地图，上面是玉门，上面是玉门关，下面是阳关，就是从敦煌出来是玉门关、阳关这两个关，从玉门关一直往西走，直接去的是西域北道，西域北道到达的地方就是楼兰，然后从南边这个阳关出去往西走，进入西域走的是西域的南道，到的地方叫做若羌。但这个玉门关和阳关这两个都是汉朝时候的这个关隘，然后到了唐朝的时候，它开发从从星星峡直接到哈密，就把玉门关挪到了瓜州这个地方，也就是昨天咱们去的那个双塔水库、双塔布那个位置。玄奘当年出玉门关出的就是锁阳城瓜州这个葫芦河，夜渡葫芦河就是从那儿出的，不是汉朝的玉门关。对，这些也都是跟气候变化有关，它的整个行走河流改道了。对对，所以您看墓葬里边随葬的这些俑也都带有浓郁的胡风，像这三身俑呢，这一位是唐人，我们所说的汉人了，这一位他的装束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波斯人，这一位是吐蕃人。您看这位波斯人头上戴的斧头是汉族男子戴的是吧，身上穿的长袍乍眼一看好像是唐服右衽的是吧，但是您仔细看人家是窄袖，那说明是胡服，对，他脚上穿着胡靴，身上这个绣制的纹样是唐草，也是由忍冬纹演化而来的啊。但是呢，他整个这个造型呢，实际上还是胡风更为浓郁一些啊。移民这个是伊朗不是粟特人，粟特人戴着尖顶帽，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粟特人的造型。就是、这种帽子都是那个来自西伯。粟特人的面部也不是这样，这个帽子是来自于大唐的。
所以这个人的整个穿着是混搭，混搭大唐的帽子，大唐的右衽衣服，但是是胡人的窄袖胡靴。而且如果您再仔细看一下，您会发现他外边的这件长袍呢是从腋下过去的，就类似于今天穿藏袍、啊、对是，然后里边露出来的看见没有，是件短袖，外边的窄袖是件长袖，长袍是长袖、嗯、而里边露出来的是短袖，就说明我们西北不是日温差比较大，而且高原地区气候变化也非常就是频繁嘛、嗯、那么冷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上，热了我们露出一个肩，再热我们可以双肩袒露，所以这其实是符合我们西北以及高原地区的这种气候环境的。对，在这儿可以多说几句、啊、就是刚才说到波斯人跟粟特人、嗯、实际上波斯里面是分成东西两支的，西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波斯人、嗯、而东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粟特人，他主要住在今天中亚的那几个斯坦的地方，而在中国的而在中古时代，也就是在唐朝，粟特人是亚欧大陆上最重要的贸易民族，所以所谓的丝绸之路上面走的商品主要都是来自于中原，但是运这些商品的人主要都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姓氏，被称作昭武九姓，其中有三个是粟特人独有的，姓安的，姓康的，姓史的。如果你身边有这三个姓氏的朋友，你就要知道他的老家来自于中亚，比如姓康的他老家就是撒马尔罕，嗯，就是当时的康居国，姓安的就是安息国，嗯，那么这些人他号称为昭武九姓胡，实际上也是因为大唐太兴盛了，他们要依附于我们大唐，所以他们号称他们祖辈是从昭武迁走的。据史学家论证的，昭武就是张掖、临泽这一区域。那么在大唐上，其实在大唐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并不是我们大唐人，而是粟特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家里边的长辈就会给孩子口里边放一片小石蜜，就是我们做的冰糖，让孩子能够说话甜一点，会说话。那么在他四五岁之后，孩子懂事之后，就家里边的长者带他们学精算。哎呀，十七岁之后就有萨宝，就是商队首领，带着他们行走在丝绸之路上，就是积累这个经商的经验。所以这些粟特人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因为他们通晓的语言种类也很多，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当年担负的角色非常复杂呀，知晓路途是不是可以做向导，通晓各种语言是不是可以做翻译，同时他们又是宗教文化的传播者，我们所说的摩尼教显教，就是那个显教都是由他们带过来，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显教，就是索罗亚斯德教，就是拜火教，就是由他们带过来的。大唐的时候敦煌就有显教的显祠，那么其中我们看到这组花砖呢，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千年前丝绸之路的行进状况。您看，商队在行进，胡人牵着驼。那么这两组画面，一个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一个是整装待发的。您发现了吗？嗯，整装待发的骆驼的背上鼓鼓囊囊的行囊，骆驼负重之后不愿意前行，发现没有？然后牵驼人回身在训斥骆驼，对拉。然后更为生动的是，它是比上世纪莫高窟以及我们唐代墓葬出土的胡人牵驼端还形象生动的。您仔细看，骆驼背上有小动物、小宠物的，小猴子啊、有人说是猴子，有人说是狮子，因为我们中国不产狮子，狮子是丝绸之路，进贡到我们国内的，但是后来被中国人誉之为吉祥物，看宅护院的。嗯，还有小鹦鹉，鹦鹉是在亚热带地区，哦、我们西北是不生产的。对，魏晋壁画墓里边，敦煌的壁画墓里边就出现了鹦鹉，说明这也是当年丝绸之路上进贡的一种物种的。啊，嗯，第二大类就是我们反映一些这个宗教色彩的，比如说莲花纹一样。莲花在佛教中寓意的是弥勒净土嘛。第三大类反映物种交流的，我们知道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来了西域的很多物种，其中葡萄跟石榴就是。那么在我们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写经卷子里边记载，每年农历三月份的时候，大家要举行一个节葡萄赛神节，祭祀葡萄神。那说明在唐代的时候，敦煌已经大面积的种植葡萄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敦煌依然是国家第二大新式葡萄生产基地。这幅莫高窟的壁画是非常有名的，位于220号洞窟。这个洞窟呢，也被称之为莫高窟非常有名的五岳窟、祭月窟。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乐舞队和跳舞的舞者的舞姿比较独特。您可能来敦煌之前就知道胡旋舞、胡腾舞吧？哎，大唐盛世流行的。其实人们考证这个舞姿怎么考证呢？他们认为220窟的这两队舞者应该跳的就是胡腾与胡旋。其中在这儿有一件乐器非常经典，就是这件乐器，阮。但是只有在莫高窟洞窟中出现过，其他的就是史料当中都没有记载，而且莫高窟也只有217号洞窟和220号洞窟出现过，它叫花边阮，也叫梅花阮。不是，我们时间有点赶，我们得再一会儿。我们从这边走。好，好，嗯，阮这个阮好像有点像琵琶，但是弹奏的方式阮就是由琵琶演化而来的，据说是当时有竹林七贤的阮咸，他根据琵琶乐器改进发明而成的。啊，这边，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历史呢，是跟我们敦煌的一个大户人家有关，张氏家族。其实敦煌呢，它从汉代建郡之后，它一直都在迁徙移民，历朝历代因为朝廷的原因，因为战祸的原因，也是因为补充边疆民力的原因等等吧，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唐由盛转衰是由一场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安史，对，755年安史之乱，所以是张玉桥他们家。对，那么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为了就是平息安史之乱，补充那个中央越林禁军的部署，就把我们西北河西的一些重兵抽调去保中央王庭了。在这样的重兵把守，这时候恰好就被从吐蕃崛起的，就是他花了11年的时间。这是一州完全实行了藏化管理。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公元842年的时候，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个赞布琅达姆赞布因为听从手下灭佛被人暗杀了，吐蕃王朝正式终结了。而琅达姆呢，他又没有子嗣来继承咱们这个赞布的王位，后来手下的两个王子为接替王位打得不可开交，就祸及到了河西地区，使得河西地区的人们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张议潮在848年这一年率领刮痧两地人民以及愿意响应起义的回鹘人、苏赫人、吐谷浑红人揭竿起义，用了前后3年多的时间收复了除凉州之外的河西其他10州失地。他与哥哥张议潭协商之后，携带河西11州的地图归印于宣宗。那么皇帝在接到消息非常欣喜啊，朝廷没有废一兵一卒，居然收复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11州失地，所以就给了张家一个世袭名号，叫河西11州营田处置观察使、归义军节度使。所以咱们刮痧两地啊，从公元848年开始到1036年，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称呼，就叫做归义军时期。掌管归义军的最高行政、军事、财政长官就是归义军节度使，那么首任节度使就是张议潮了。后来张家的家族消失之后，政权就流落到了第二大家族曹义金手里。那么在公元1036年，西夏攻占敦煌，我们在这个展柜里边可以看到一些西夏的经典纹样——火焰纹。其实敦煌它有很多美称啊，您看来敦煌之前，可能你们都知道，我们敦煌被称之为飞天的故乡，又因为我们出土的汉简比较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量的45%，我们又叫简牍之乡。可是你们知道吗？我们也是火娃的故乡，就是奥运福娃五个福娃里边，我们还有15分钟。奥运福娃五个福娃里边，火娃就是根据莫高窟洞窟西夏时期的那个火焰纹，就是火焰纹是西夏专有的是吧？他们特别崇尚火焰纹，它是跟拜火教有关吗？好像没关，因为党项人信的是佛教呀，对啊，它不是显教呀。公元1227年，蒙古人占据咱们敦煌，那么这个地方就被划分为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领地。他对这儿的经营是实行屯垦，但是当时世居敦煌的豪门望族太多，他无法就是马上把人家田产据为己有吧，所以他就把这些豪门望族劝迁至咱们河西。就是宿州以东，就是酒泉以东的地区安置，取而代之的是蒙古族的部落。所以元代敦煌怎么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蒙古人的军需屯垦基地。那么在莫高窟开凿当中，最经典的就是3号千手观音窟了，你们早晨已经看了，这幅壁画就放大在这儿了。千手千眼观音，对，这就是莫高窟三窟，你们看的台丽华跳的那个舞姿就是它了。是，嗯，太震惊了。而且敦煌舞也是从莫高窟的壁画当中汲取的灵感。它是中国古典舞根据敦煌壁画创新的一个舞派叫敦煌舞，最经典的那台舞剧就是丝路花语了，演了40多年都经久不衰。大家有空都可以来敦煌看一看。那么这边呢是明代的敦煌，其实明代的敦煌更为凄惨，因为在1524年的时候，随着瓦剌部族的崛起，对中央王庭构成威胁，那么中央王庭就下令完全封闭嘉峪关。封闭嘉峪关不仅之前呢，就把世居在敦煌、玉门、瓜州的臣民全体迁移至咱们嘉峪关以东的酒泉和张掖这一带安置。咱们这个区域被朝廷整整荒废了200年，所以这200年是敦煌历史上荒无建制、荒无人烟、旷无建制的200年。所以为什么你们在参观莫高窟的时候，有很多人会问明代的洞窟呢？明代这都没人居住了，对，后来的宗教信仰。有何人去供养洞窟？所以这200年呢，是我们敦煌文化的沙漠，历史的空白。那么敦煌重新又被朝廷重视，是雍正年间，康熙他意识到整个河西地区是四省通衢的一个地方，那么他要经营整个不收复这个经营西域，他是不是要经过河西走廊？所以把当年
就是在关外的这些城市呢逐渐又恢复了建制，但是敦煌这儿一直到雍正初年才恢复行政建制，他给了一个名字叫沙州所，所以这个名字很低啊，级别很低。沙州所啊，沙州所。在雍正三年的时候，朝廷派了一个大员叫陕甘总督岳钟琪来巡边。岳钟琪巡视到瓜州、沙州这个地方之后，发现这个区域不仅是四省通衢的地方，而且它因为祁连山冰川雪水形成的这个河流的滋养，是一个天然的盆地，适宜于人类居住与农业耕作，所以他就上奏朝廷重新移民建县。那么朝廷准奏之后，就于1726年到1729年移民于敦煌。2405户，大概是9600余口人吧，重新营建沙洲。所以今天如果您在大街小巷遇到敦煌人，说啊我们是老敦煌人，就是这些移民的后裔了。那就是两百多年。移民之后，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语言习惯，就把从同一个城市迁移来的人安置在同一个村落，把他们迁移来那座城市的名称命名为生活村落的名称。所以到今天为止，您依然在敦煌的农村会听到兰州村啊、张县村啊、惠民村，就是这样的原因。那么移民也有一个准则，他是从甘肃56州县移民，从兰州黄河以东的地区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移来的人就占大多数。安置的时候就安置在我们党河为界线的上游的东西两侧和下游的东侧，我们称之为河东人，方言酷似于陕西话。那么从河西走廊的西部这些城市移来的人人口比较少，甚至零下啊，我们称之为河西人，就安置在党河的下游。所以敦煌它是一个县级城市，18万人口现在，但是它有两种方言，一种河西话，一种河东话，而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发音方式。对，那互相交流起来都无障碍，北方方言其实都无障碍的，只不过是发音上，就是口音。比如说，听还是能听懂。对，比如说我们普通话，河东是吧？我们普通话会说我们，是不是？那您听听，对，敦煌话是我们，是不是跟陕西话有点像？对，那如果要是说河西人呢，他会说我们。我们跟兰州话好像有点像，但是跟酒泉话更像啊。如果要是说如果要是就是说有的敦煌的孩子在河西居住的，他也会说我们啊，也会说发我。所以你看小小的一个城市它是有两种方言。那么我们都知道秦人的发祥地是在我们甘肃的陇西，那么他们这个地方发育的曲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秦腔。所以敦煌人他听的曲子戏呢也是秦腔。秦腔比较对，而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曲子戏啊，就那个小曲调，对，它也是由秦腔和一些民间的演唱曲调演化而来的啊。感觉会比秦腔的曲调更柔和一些。对，更通俗易懂一些，更风趣一些。但是我们当地听的戏曲也是秦腔。因为北方这边甘肃这边大家都会。对，莫高窟因为你们去不了，在这儿就给你们介绍一下莫高窟最经典的那个洞窟，编号为17号的藏经洞。那么这个洞窟它封闭于哪一年，什么原因封闭的，什么人封闭的，到今天为止都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它的发现却定格在1900年的6月22日，就是照片上这位主人道士王元禄发现的经过大家都了解，我就不详细说了。这个洞子里边它所藏的写经卷子的遗书呢，有年号记载的，上至西凉二年公元402年，下至大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600年近10个朝代的，既有45经子集，也有宗教典籍，还有就是说私人借贷凭证，甚至还有官方文书。所以你们说什么人放进去的？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卷子遗失在世界各地，从而在世界上兴起了以研究这些中古文献的那门显学地域命名的敦煌学，使得敦煌扬名于敦煌，成为人类的敦煌，世界的敦煌，也被人们今天誉之为人类文化的高地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是我馆馆藏的几卷卷子的1:1比例高保真的复制品，因为我们大家都说纸寿千年，绢寿800，所以纸张它已经保存到今天，像北魏的已经将近1600年了，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文化遗产，我们展出了复制品啊。这是北魏的，这卷呢是宋代的，下边这两卷呢是唐代的。那么这边这些呢，就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书写的藏文写经。我馆馆藏所出土的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藏文写经呢，有8000多页，7600余个号，是现在全世界藏量第一。但是这些藏文写经啊，千万不要以为是藏族人写的，因为对这个地方的语言同化管理，我们当地的汉人也会写藏语，也会说，就连张议潮都有亲笔抄写的卷子，我们馆藏就张议潮亲手抄过藏文的卷子，对藏文写经的卷子，他会说藏文，会说呀，因为那会儿是官方语言了，是吧？对，因为他这个区域被吐蕃奴隶族贵族政权统治嘛，那么上面我们看到的这卷子和旁边它其实是同一卷子的正反两面。它的背面是湛云气书，后边是紫薇园，前面是紫薇园星象图，后边是云文云气。这也是吐蕃统治时期的吗？对，应该是。
那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啊，这是咱们就是人们研究天文气象的，实际上是用来算卦占卜的。古时候以云气占卜的这个事情，其实春秋时期就起始，这是我们国家目前留下来唯一的一部最古老的一部。那个火纹样是不是就跟西夏的火纹样比较类似？不是，您看，比如说这个，您看有云如列阵，天下兵起。占卜会有兵祸的啊，它每一个下面都有，但是卷子如果全部打开是3米01，但后面的只有绘制的原文图案，并没有注解，而它的正面更为有价值。正面写的是唐代天宝年间，公元大概742年到749年的行政设置与划分，当时全国划分为10个道，但这个卷子是一部残卷，只有5个道的地名，上面有、全国的划分。对，你看岭南道、淮南道、关内道、河东道、陇右道，敦煌在这儿，您发现没有？沙子的沙。它下边的注解有个小的红点，小黑体字写着“金2760，都4690，共起子本880”，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沙州府离当年的京城长安有多远？离东都洛阳有多远？然后共起子，刚刚在唐代给你们提到了一嘴。供的是围棋嘛，记得吗？然后朝廷发给我们这儿发放高利贷的公蟹本钱银两880两。哦，这边还有这个到秋瓷有多远，到于田有多远，这一系列的写的。是于田秋瓷离中央王庭有多远？不是我们，不是到这儿多远，不是到这儿，是每个州府里中央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的里头数。这样。从这儿我们看到红色字体标注的行政级别，敦煌在唐代的时候是上级县衙，酒泉是中下。所以今天反过来了。对。那么这个呢，是现在留存于世最早的、最古老的商业广告了，书写于五代时期。货铺的老板很聪明，把货铺里边的货物分门别类，写成朗朗上口的唱词，公告于天下，是不是类似于做广告呀？哎、那么得知的人今天、就是、有点像，对，是五代时期的，所以被称之为世界史上存下的最早的广告了。算经，小孩子算术启蒙课本一样的，九九乘法表，各种单位的互算。归于军官府留下来的流水账册，上面记载了油、面、糊饼三项物资的出账情况。收支平衡嘛，而且出账的咱们具体办了什么事儿，杜绝贪污腐败。那么这个可以称之为是唐代的俗体小说了，《夜尽能诗》白话文小说。那么下边这部呢，非常非常厉害了，它是现在幸存于世的新闻媒体最早的报纸出行，是由禁奏院发放的，也被称之为是世界史上最古老的报纸。这也是公开发行的吗？这是公开发行的，是吗？是由禁奏院，就是国家的中央，就新闻发布机构。它的发行中央中央，它发行覆盖到多大的范围啊？这个是发到咱们敦煌这个区域的，从长安发过来的，对，是从长安发过来。这是归义军官府向朝廷请求紧节，就是让朝廷认可我是归义军节度使这样的一个通报事情的通报。所以您看小小的一个莫高窟，它所藏的这些中古文献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才被誉之为人类的敦煌。这是莫高窟百年沧桑的照片对比照。百年前的那个样子真的是好破败。对，因为时间关系，就是咱们敦煌的历史只能简要的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希望以后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身去莫高窟，对，亲身更加震撼。是，那么我建议就是在去莫高窟之前呢，先来我们博物馆了解一下历史背景。我这比较窄，那个有个人想出去了，我们挡的不好，出去吧，出去吧，谢谢于老师，讲得真好。希望下次有机会您来亲自单独的为您再讲解一次。刚才咱们张老师已经给我单独讲了一次了。我今天想说了贵宾待遇。应该的呀。我看我们的家乡做宣传，应该的。就是来到这里，从古至今的敦煌的历史都在博物馆当中呈现。对，就是你来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世界的人类的敦煌，然后这种民族的多元性，然后多民族的融合性，可能都会在博物馆当中，哎，能够看到具体的某一个物品，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不然的话，你总是停留在文字上啊，敦煌当时是很多元的、很融合的。对，但是当你看到他的穿着有这种唐朝服饰和胡人服饰的这种综合的混搭的这种样式，你才会那种感觉是非常受冲击的，一下连接，对，你一下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多元，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服装设计一样，很直观的看到了。对，所以其实就像莫高窟很多妆容在时尚界都一直在引用，对，因为时间关系也无法给你们一一去介绍，包括那个很网红的一个旅游的项目，就是来敦煌鸣沙山去拍那个飞天照片，对，是吧？现在人也很爱，遍地都是西域仙女。对，是的，真的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我们小黄车里有我们同款路线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敦煌文化莫高窟的元素制作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个地方可以结束是这样，对，再在这儿吧，我们来，我们
斯坦老师，你好，张老师，李老师啊，对，可以了吗？可以了是吧？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排宇辉又没了。宇辉呢这个身体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他提早回到这个宾馆稍微休息一下，这样为下午的直播呢做准备。那么刚才呢我们的龙红梅老师啊做了非常精彩的讲解，我们好多网友在下面评说这位这个大姐姐讲得特别的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今天呢这个典型的到了这个敦煌博物馆来摸鱼来了，对，典型摸鱼来了。我们张春生这个馆长给我单独进行了讲解，而且呢我故意稍微离你们稍微远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人群太多，否则的话互相挤在一起，所以享受了一个贵宾待遇啊。应该的。这个那么吉西呢后来就执掌了这个直播的局面是吧？七七呢这个跟着你一起配合。那这个施赞老师呢也是一直跟着。嗯。那我们的下面呢就先让施赞老师稍微说一说他走过了咱们的敦煌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好吧。嗯。敦煌这个地方是中国的文化最为交汇最为荟萃的一个地方。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能够把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完整交汇的只有敦煌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化真正意义上那种交汇、那种荟萃、那种所能够迸发出来的灿烂。我曾经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是在1944年的时候，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在那时候发生一什么事呢？张大千先生他在敦煌在莫高窟临摹那些莫高窟的壁画，临摹了两年多之后，来到了成都和重庆分别做了画展。而那个画展导致当时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万人空巷，据说就是排队买票排队得排出一里多地，而持续了一个多月万人空巷。为什么会那样？因为那是这个民族最为艰难的时候，人所有人对他都感觉未来堪忧，前途未卜的时候，如果这个民族他没有一个自己足够强大的精神内核的话，有可能他彻底就散掉了，他没有办法重新再站起来了。那么怎么才能够给这个民族找到一个足够强大、足够包容、足够开放又足够强韧的这样的一种新的精神内核？张大千先生在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了，然后他把他带到了内地，带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和以及当时的重镇成都。结果中国人居然在这样一个在当时已经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居然在这里发现了让这个民族重新站起来的所必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来看的。嗯，好，谢谢施赞老师。那下面我们张馆长呢刚才一路陪着我单独给我讲解啊，所以呢是这我们的龙老师呢是在给全国网友在做讲解，你呢就没有了跟全国网友这个讲解的机会。那现在作为总结呢，你作为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也给我们全国网友呢讲几句。敦煌是自己这儿土地上敦煌，但是应该讲是我们人类的敦煌，中国的敦煌。嗯，应该是我们一个精神宝库。他们说是世界的敦煌。世界的敦煌。对，是我们的一个精神财富。所以我觉得一生当中了解敦煌文化，学习敦煌文化，实地在这地方走一走，把自己的脚印印记和文化深处的这种记忆留在敦煌更有意义。嗯，我觉得它一定会改变你的思想，嗯，甚至改变你的行为。欢迎大家到敦煌来。我听说一句话叫做世界的敦煌中国的酒泉。没有，这是一句玩笑话。玩笑话。这其实是有内涵的。应该是行政上甘肃的敦煌。为什么呢？因为敦煌和敦煌学最后构成了人类世界文明最灿烂的一颗明珠。你提到酒泉可能不一定大家都知道，提到敦煌全世界人民基本都知道，所以世界的敦煌。那为什么中国的酒泉呢？因为卫星发射基地在那儿，是吧？确实撑起了中国的脊梁。大家说他们说是甘肃的兰州。这个说中国的敦煌，世界敦煌指的是我想应该是敦煌文化展示出的这种美和魅力，属于中国，属于全世界。谢谢。对，非常好。来，下面我们有请龙老师啊，这么给大家讲了一个多小时，非常辛苦。那对千万网友你再说几句。
那么刚刚大家通过我可能简要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敦煌历史，作为一个二代敦煌人，我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第二故乡敦煌。那么欢迎你们来春天来到我们美丽的敦煌，欣赏我们果木鲜花烂漫的敦煌。那么欢迎盛夏来到我们敦煌，来品尝我们敦煌的黄金果李广信，非常好吃。欢迎在金秋的时候来到我们敦煌，我们敦煌也是一个瓜果之乡啊，品尝我们美味的瓜果。欢迎在冬季来到我们敦煌，欣赏我们大漠凄凉的风光。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龙老师。啊，花美瓜甜，人更甜美。这个是我为酒泉正下名啊。啊，酒泉不仅仅是中国，它也是世界。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那诗里面提到叫做天若不爱酒，天当无酒仙；地若不爱酒，地当无酒泉。酒泉就在这片土地上，这片整个大地都是爱酒的，所以我们有了酒泉。那我挺继承李白的传统的，爱酒。新东方若不爱酒，新东方。好，这个那我在这呢，代表我们的网友们，向两位专家，向张老师和荣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也希望我们的网友来到敦煌的话，一定要到敦煌博物馆来看一看，因为你来到敦煌博物馆看一看，你是在走过历史，走过文明，走过文明的交融，走过文明互相交融中间的活力，以及走过我们文明几千年走过来的一路流程下来的记忆，以及走向未来的动力。那么两位老师呢，我就等会儿我在我们下播的时候，我就不再说感谢的话了，我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年轻人身上啊。来，下面有请吉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就是主打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因为师傅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那个临时顶上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其实学习到了很多，真的很直观的感受到了敦煌文化的魅力，它是对于我们人类灵魂的一种洗礼，因为它当中不仅仅涉及到了宗教，然后包括建筑，然后绘画、文字等等这些记录，正是因为这些记录才能够让我们全世界各国各地的民族能够融合起来，我们一同走向人类更辉煌的未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代人也是一种启发，或者对于我们也是一种指引，就是在如今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更应该以开源的多元的一个心态去包容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人类之所以跟其他动物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容纳和接纳各种各样的美和各种各样的理念。当我们真的敞开心扉去接纳它的时候，那时候我会相信全世界的人们可能正在朝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去迈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敦煌，感受这里的美景、好风光、好文化还有美好食物的同时，一定要来博物馆看一看，在这条历史长廊当中、文化长廊当中，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以及世界文明跟中华文明相互之间成就的那种魅力。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吉西，越来越进步了啊。下面有请我们西西。首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呢跟各位老师过来学习，咱们也主打学习和摸鱼的过程。然后呢我就简短一点吧，用12个字来总结一下：世界敦煌，人类宝藏，天下大同。也感谢西西在这个闽沙扇上面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歌声。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行程呢差不多到此要结束了。今天呢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上午已经说过的敦煌莫高窟呢我们没有能够去拍摄直播。那么原因呢也是因为国家有规定，莫高窟里面的文物，尤其是那些壁画和塑像呢，要经过严密的保护，所以任何灯光实际上一般来说都不允许随便进入。那我们直播都还有灯光，另外呢我们也要保留一份莫高窟里面的这么精美的艺术的神秘性。而且呢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莫高窟是一个你一生必须来的地方，敦煌是你一生必须来的地方，当然敦煌博物馆也是你一生必须来的地方。一生来一次其实是不够的，当然你至少得来一次。那我们就把莫高窟的神秘留给你自己亲自来探索。同时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摄像团队把莫高窟的外景以及他们的复制品的精美的这个短视频会剪辑下来，来馋一馋你，让你移动你的脚步来到现场。今天上午呢我们走过了鸣沙山月牙泉，是吧，登上了鸣沙山，在这个沙中间就是一步一景的感觉。
来感受到了大漠风光，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了月牙泉的活力，只要地下有水，生命就源源不断。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作为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我们的周边是有多少荒漠，如果你心中愿意不断地浇灌自己，让自己内心绿草如茵的话，那么就会有百鸟飞翔，就会有鱼翔浅底，就会有在荒漠中间把自己活成一道千年万年的美丽风景。今天下午的行程是这样的，下午呢我们2:30准时开播，那么2:30呢我们是在路上跟大家聊天，因为我们从敦煌一路开车向西到阳关大概需要1小时左右，那么在路上呢我们继续会给大家播放美丽的车窗外面的风景，我们会沿着鸣沙山一路向西行。那么阳关呢是中国向西的最后一个最重大的这个关隘，中原对，中原，因为这个西域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对，这个昨天师代老师专门讲了，中国是包罗万象的，中原草原西域高原四大板块，对，中原草原西域高原四大板块构成了我们伟大的中国。那么实际上阳关刚好在那个中间那个点上，是吧，往东走是中原，往西走是西域，往北走是沙漠，是吧，往南走呢高原对啊。所以呢明天咱们就是往青海那边走，就是阳关这边是另外一条道，南道。 对，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阳关对我们来说太有象征意义了，我们都知道两句话，一个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是实际上阳关大道才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走的道路，因为那是一条贸易之道，那是一个交融之道，那是一个包容之道，那是一个包容天下与一体的这个伟大的道路。所以我们会今天下午带大家去看阳关道的遗址。那么阳关呢也是一个中国守卫四方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在阳关的废墟上面我们还能到今天还能看到阳关风水，那是千年风霜雕刻的结果，给我们带来的既有沧桑感，但是又有挺立感，又有今天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精神感。之所以最终我们要选择在阳关接受我们甘肃5天的这个匆忙的行程，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那么在那个阳关面对千年风霜百年万年沙漠的时候，一望无际的这个沙漠地带以及晴空万里，我相信我们的师代老师将会给我们讲述真正的这个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故事。那么下午雨会能够缓过来，对，我相信雨会下午能够缓过来，这个不行的话用代驾抬着他也要去看阳关。对，那么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午2:30准时再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